今天是沈要去上课的第八天。我们放假上学之后，真的家长也会特别疲惫，这就像是一种分灵体的概念。Perhaps one day I'll hit the lotto。对呀，我看到。被那个一个哦，他的钱，不要看。对。My life would never be the same。他没放。那可以。Life was fast every day。好，爸爸有听到哦。Hi, Sven。Hello。跑，直接偷跑，你要等老师点到你才能跑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家会去跑操场吗？小朋友长大都会遇过这一关。爸爸知道你是很喜欢去学校，只是你觉得不被了解。那有时候我们就是要面对这样的情况。啊，真的加油啊！拜拜。We would be the hardest couple around. From New York to LA. But if I never reach the big time,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anyway? 因为小朋友刚刚还没上课，他们现在上课了，都过来了。那爸爸来，你要不要让爸爸看看？今天回来，爸爸就会跟你一起玩这个。拜拜哦，十分，回来就跟爸爸玩哦。他没有跟着跳。今天这么快。For every question that's ever been, most brilliant minds of our time will call me colleague and friend. We would never have any problems at all. I saw them meet right away. But if I never have the answers, you still love me anyway. If I never hit the bottom, or reach the big time one day, if I never.超惨，没关系，超惨的，你自己去试。我们要起来了，要去学校了。每一天早晨坐在这个桌子上，对他都是一种煎熬啊。等着要去被行刑的一种心情。难过，爸爸知道你很有压力哈。我知道你很有压力。有一个女生在前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做逗她开心的事情，都是表面上转移她的注意力而已。等她回过神来，还会进入一种由衷的哀嚎。林武，你下课回来还跟我说 hello。那你想妈妈的时候就看瓜牛。要去上课的第八天。
很怕他上学之后，那家长也会特别疲惫，这就像是一种分灵体的概念。啊，我们进来吧。哇，你这个放在柜子上面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全部剪一下。啊，老师会放在那边让大家看。有听到吗？来，你帮我拿着吧。你现在拿进去可以吗？背着。啊，你背进来。我们自己走进去。哇，太棒了！你看，真是有够棒。麻烦你。谢谢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这是第一次他们有做行刑前崩溃的挣扎，嗯，不错不错，哦，这是，哎 ，hello hello， 对，hello， 哈喽 ，hello 姊妹。他那个掉了，就是他刚哭的时候就掏到这个，就马上就停下来了。对啊，他其实发挥蛮大的作用，他可能是蛮喜欢的。我如果天气好，今天天气好好，秋天的天气啊。凉凉的，大太阳，凉凉的。啊，走喽！拜拜，很爱你哦，拜拜。好棒哦，拜拜，一样时间蛮好。嗯，对对对。Hello。这个什么？哦，哦，这个柚子好好笑。对，你看从那边，从那边，从那边，怎么那么高兴？他今天都没有哭啊，他今天完全没有哭。